感谢大伙儿。对，今天呀、我们小哥俩给您说这么一段。哎，上来就说错了，这年轻人就不行，沉重的气氛说错了，不是哥俩，那是爷儿俩。老先生啊，太客气了。我这是客气呢，啊，必须得是爷儿俩，就是爷儿俩。哎，您是那爷，是不是？差不多。齐先生有能耐。你不，相声四门功课呀，啊，脱鞋上炕，那是，那流氓。那是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。齐先生无一不精啊，是不是？不敢。哎，说这个说，嗯，说您最好的呀。说对对。哎，什么绕口令这都不。这基本功。上说什么外语啊？您最会。哎，原来学过。对吧？那八十七国英语说的六着呢。这不还是英语吗？八十七国。方言土语。哎，真会。但咱骂街的话，齐先生都会。我骂街呀，我啊。不是学，学您最好，是不是？学个流氓，那学个地痞，像，太像。还真应了他那拖鞋上岗。逗逗你也好啊，是吗？走街上，啊、大姑娘小媳妇儿，你们对一个，不对一个，离不开那流氓似的。那咱跟人唱啊，啊，唱个流氓小曲十八摸，你瞧瞧，摸小浪哎，嘿。是不是？您最好啊！好什么呀？这还好呢。给您开个小玩笑。我、开个玩笑，别开玩笑。说咱们这个相声呀、嗯，虽然不敢说是什么高台教化，哦、但也都是讲什么忠臣孝子、哎、才子佳人，对，教您学好，教您向善。没错。但尤其是在这个交朋友的时候啊，嗯，先不提这个，就是这个智商高不高，嗯，情商高不高，哦、有没有钱，这些都不用先论。哦。首先来说，这个孝顺，这要是不孝顺，不能跟他交朋友。还真是，这要是不孝顺呀，社会上容不了这样的人。这要是不孝顺呀，你打人呢，老头儿？你说就说吧，你看你这指着你指我呢，这你又看不出来呀？啊，对不对呀？孝顺，您孝顺，哎，让大家伙看看，嗯，这老头儿。台上的跟我瞪眼，他笑着。你让大伙儿说，你上来就说错，我跟你瞪眼那是轻的。您急什么呀？那不能不急吗？您这玩笑。还开玩笑？玩笑玩笑，好跟您开玩笑。行行行，哎，咱说到这儿了啊、嗯，咱们探讨一下这个关于笑的问题。笑，你等等，探讨笑的问题可以。你先说清楚哪个孝，就是那个孝顺的孝。哦，孝顺的孝。对。哦，不是哈哈 哈那个孝，没有没有意思。啊，那那那那。我问您啊，嗯，这孝。您说这个孝好呀？不孝之人，嗯，他心里有没有父母？我认为没有。你想啊，嗯、他都不孝了，他能有他父母？是你猜您怎么说？都得这么说呀、啊。依我说呀，嗯，这个不孝之人。心里也有父母，哦，他不孝，他心里也有父母。有，从哪儿可以看出来？给您举一例子啊，说说说呀，这个有这么一条大河啊，三九天河冻得梆梆硬，走人走车走坦克都没关系。哦，是吗？但凡这个一开春啊，啊，这个冰可就化了。再过人再走车，走好了您能过去，嗯，走不好。就得掉里头，那是天暖和了化了。对，说我这么一个不孝之人啊，嗯，走着条河还得非走不可。为什么非走不可？你想啊，他要是不走条河呀，嗯，得多绕出十好几里路去，绕远了。哦，那还是走这条河对吧？超劲儿。这看这人啊，嗯，走到河中间，嗯，水深冰薄，哦，嘎吱，把冰踩碎了，还是反啊，我的妈！想起他妈了。第二个，嗯，嘎吱，我的亲妹。刚才这是后妈。你看是不是？危难之际想起他的父母来了。还真是。这样脱离危险呢。嗯。
这人快走两步走到河对岸，嗯，去这就骂上他，多可恨，是太可气了，这是太可恨这种。嗯，还有一种人啊，还是比他更可恨，哪种人？这种人 啊叫活了不笑死了笑。现在还真有这种人，对不对？社会就是父母老家活着他不孝顺，嗯，父母老家一死他是大办丧事给别人看。咱们有一出节目叫白事会，哎，对，讲就是这个，讲的就是这个，对，嗯，这个父母老家活着他不孝顺，一死你说这闹乱七八糟的，你说这那死人他知道吗？嗯，哎，您知道吗？什么时候死了？又开玩笑是不是？聊天嘛，聊天没什么聊的，是不是？你说请来这个和尚念经，嗯，你说你请这和尚，但是请真和尚呀，这是不是？哎，真是还有假和尚？有啊，谁呀？咱们后台就有，后台就有，对，谁呀？你过去过去，不是。说，丁建恒，他说的啊，这老头说的，你告诉我的，你是他我这儿啊？他不是和尚，他爸爸是和尚，他头一次听说丁建恒他爸爸是和尚，对啊，他爸真和尚，真不是真和尚啊，真和尚他哪来的？是不是？他爸爸是假和尚。哦，他爸爸是假和尚。假和尚。是吗？是。这假和尚啊，还不是一个，还有一堆假和尚。这么多人？一个团伙。哟妈呀！这帮假和尚还挺专业。怎么？什么都有。哦。僧袍。嗯。僧鞋、僧袜、僧帽，跟真和尚一样。行。会都很齐全呀、啊。是吗？会吹的，会念的，会做的，会打的，哦、什么都会，跟真和尚一样。有才、啊。他们这个家务事也很齐全、啊。都什么家务事？这乐器啊，有、啊、什么笙管笛箫、挠钹隔灯鼓，还、啊、有、啊、这个九音锣。哦，可以。什么叫九音锣啊？就是啊，就这么一个小棍儿、啊，这边还横一棍儿，这竖着一棍儿，上面挂着九面小铜锣，一敲。我知道，这么一个木头框上面挂了两排小锣，对，这一块儿往敲，对，这叫九音锣。哦，这是九音锣。嗯，哦、还有这么一个叫颠颠，颠什么？颠颠，你叫颠颠啊？不是颠颠车啊，是这个，也是一横竖棍啊，这横这一小棍儿，哦，上面挂着一面小铜锣，哦、一敲，颠颠颠颠颠，叫颠颠。哦，这叫颠颠。对。哦齐全吧，嗯，这帮和尚 啊，饶世界的骗吃骗喝呀，怎么叫骗吃？就是一帮吃货，怎么叫吃货呀？摸人吃货呀，啊，什么家务事乐器也是吃货，什么家务事乐器也是吃货，都什么乐器？你看这帮吃货啊，你看你我说你不知道，嗯，你说说，这一打出声来跟说话一样，他们打的乐器出那声跟说话似的，跟说话一样。全都点你吃，是吗？让您学学啊，学学，或者您挠脖啊，大挠脖，圆的，就是那个，这大傻不是傻，那这样啊，嗯，叉叉的顶，叉顶顶叉，今儿吃你，明儿吃他的，不知躺后是谁叉，是不是？还真是吃，跟说话一样啊。就是这管儿也说话了，那怎么说？饿了，饿了，饿了。他饿了，饿了。嗯，九阴罗给出一指主意，那怎么着？吃馒头啊，吃馒头啊，吃馒头啊。他想吃馒头了。嗯，亮亮挑眼了。他挑什么眼呢？亮啦亮啦亮。他还嫌凉呢。做大鼓给出一主意，什么主意？碰碰。好啊，这一帮吃货，是不是吃货？还真是。还得说呀，小丁他爸爸。他爸怎么了？在这一帮人中啊，嗯、还算是这么一个主角儿，领导。对，他们叫大帽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主持。对对对，主持。对，穿的跟那帮和尚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那僧袍、僧帽都有。哦。头上还戴着五佛冠。五佛冠就是五个小佛爷。啊，
就哎，唐僧带的那玩意儿，对，是不是？哦，身上配着袈裟，嚯、哦，你瞧瞧，咱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啊，没有怎么办呀、啊？拆呗，这把小辫儿系，这把人大褂拿过来，把领子这儿一改，就是僧袍，他咋能对付？对啊，啊，你看，刚刚跟您说了啊，不是这个。咱们这大褂儿都秃了到脚面、啊，对，好看，对吧？僧袍不一样，僧袍怎么？僧袍到科技盖，哼，像这大褂儿正好，这是小尖尖个儿，是吧？哎，得有那么大呀，人家，哎，不是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、啊，高多了啊！还有这个袈裟，袈裟怎么办？也没有，没有怎么办？这个咱们家呀、啊，背面背撕下把喇来改袈裟。拿那背面当假的，对呀、啊，好嘛，他再能对哎，哎那个那什么呢？戴那帽子，那五佛冠，佛冠啊，拿五张扑克牌，五，勾嘎配摊，哎，五佛冠，斗地主是怎么的啊？好嘛，怎么样？啊，真能对付，是不是？嗯，就这帮人，有点假和尚啊，请他的人还不少，请他们给唱，对啊。那天有这么一个大户人家，请他们做法事啊，吃的好啊，吃什么呀？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鹿牛羊，海底鲜，鹿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真不错，都没有，没有你说什么这形容好啊，吃的也不错呀，吃什么？什么韭菜馅饺子？哎。胡萝卜、嗯，变萝卜、水萝卜，一人二斤炒黄豆，外加三缸白开水。你瞧吃这东西，吃的饱饱的。嗯，他爸爸给这帮和尚开会，还开会呢。好，咽出来了吧？同志们呢？啊，这个本家对咱们不错。嗯，咱们得卖点力气。哦，大声的给人家唱。好好。说完话，他是高登法台，就要念经。啊。怎么念的？学学一学，双手合十，道长成景，镇济江城，斋主先生上香设拜，檀香海中降生后，快滔滔孽子舟，一人独行万分好。世人不把你托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咪咪嘛咪贝贝哄，嘛咪嘛咪贝贝哄，嘛咪嘛咪贝贝哄，我就喜欢藏经哄。揭谛不老僧，揭谛不老僧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问我怎么不开心？摩擦摩擦，似魔鬼的步伐。摩擦摩擦，哎，别磨了，嘿，滑板鞋都出来了，啊？唱惯了，换一个好不好？不不不，唱回家看看，回家看。这也不怎么样。反正这么说吧，啊，唱完了经，可出了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？你想啊，他高登法台，啊，小凉风这么一吹，啊，肚子里那些个韭菜。黄豆、萝卜，他们就打起来了，全搅在一起。一会儿就看他这个身体中下部，嗯，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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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当的铃当铃铃当，这个铃当铃铃当，我放出点儿来了，啊，给这帮家属都吓坏了，不能不吓坏。这大和尚竟然飞起来了，啊，这后足力有多大？活神仙呀、啊！嗯，啊，这刚是响啊，啊，一会儿这味儿可就出来了。哎呦，臭韭菜比塞着牙那么臭，老窝比呼着嘴那么臭，嗯，电线的屁一臭臭一溜，蛤蟆屁一臭臭一坑，躲账的屁是出溜出气出溜出气，要账的屁是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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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来不及了，这哪是屁呀、啊？嗯，勾点欠就是屎啊！一会儿这院里可都黑了，家伙直喊呀：“孙大圣，你收了神通吧？好吗？快去请如来佛祖！”有多大动静啊！好嘛，给这个家属全都熏跑了，能不熏跑吗？客人们也熏跑了，和尚们都熏跑了。
和尚都跑了，都是死人痛坐着我逃活命啊，那好嘛，抱着棺材也跑了。啊，诈尸了这儿。后来人给他爸爸取了一个外号，叫什么？叫丁屁屁法师。他爸爸失败了，嗯，这边回家了，还真出事了。怎么？转天又人找他做白事，他可犯了愁了。就这还找呢？找他，犯什么愁了？哎，想我丁屁屁法师，还挺萌。哎，你说说，没有人了呀？都让我熏跑了，可不是吗？就在这个愁之时，嗯，砍一声，什么？小丁跑了，这是靠超级马力吗？没施工之前，嗯，行了，就这模样，啊，就这样。啊，那他爸爸一看，嗯，我还一儿子呢，啊，他儿子都忘了，你说是？赶紧叫啊，嗯，儿子，儿子。抽你！那老头儿呢？嗯，又开玩笑。怎么了，爸爸？啊，叫这个。你好好说去。不用我给这个身高差了啊，最萌身高差了，多好，累着慌啊，太累。不说点这个，嗯，没事。你有事儿吗？嗯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你跟爸爸念经去吧，念经。这小丁怪念经啊。对呀，小丁也说呀。念经念经，我不会呀。就是啊，他说了，你不会啊，嗯，就跟我会似的。他爸也不会，都不会。嗯，那怎么办？总而言之吧，俩人就上了，第二天去那儿念经去了。还真去了。去了。哦，说呀，这他们不光骗吃骗喝，嗯，他们还偷东西。怎么还偷东西啊？见什么好都得拿家去。哎，这可不好。是吧？是吗？他们念经说是闭眼呀，其实不是，眯缝着眼。你这。干嘛？学过东西的。哦，他们学吗？就看着门后有一把斧子，真不错，就想给拿家去。让他爸看上了。看上了，他自个儿没法去。嗯。他目标太大，一偷让人发现了。嗯。他让小丁拿去。他让小丁拿。对，这还有点难度。有什么难度？他这个非常有难度。嗯。他这个不能喊。不。那喊怕什么的？怎么了？这大小丁把这门框就让那斧子拿家里，那完了吗？您是真傻假傻啊？他是这么一喊，小丁是听见了，他都听见了。哦，我把这茬忘了，对吧？转天就送公安局了。他得用念经的方式唱给小丁听，还不让别人听得出来。念经唱给小丁听。对，他怎么唱？怎么唱的？啊！你拍这个醒目。嗯。我叫徒弟，门后头有个斧子，临走烧着。哦，门后边有把斧子，临走的时候烧着。哎，你说小丁听见了吗？听见没有？真听出来了。听出来了。您听，嗯，有把斧子，嗯，临走烧着啊。看什么呢？看那斧子呢？那有这么看这斧子？忘了跟您交代了啊！那不是咱们家砍柴用那小斧子，那是东北伐木用的大斧子。嚯，大长把，光这斧子把哦，一米六。嚯，小丁才一米三啊！斧头30多斤，小丁犯了愁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怎么拿走啊？就是，我横着拿。啊！我改耶稣了，定上了。我背着，嗯，天线宝宝，不行。那怎么？他得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父亲啊，也用念经的方式。他怎么念的？怎么念的啊？叫师傅，门后头那个斧子，嗯，头沉杆长，不得掖着。拿不走。不得噎着，嗯，不好拿。给他爸爸气的呀，好你个废物啊！叫你出来干嘛来了啊？一生气把这拘魂铃就抄起来了，给他出主意。嗯，对吧？哗啦啦啦啦啦啦，接着墙头扔出去。哦，让他接墙头扔出去。小丁一听，嗯，扔出去啊？我怎么扔啊？对啊，扔一半，拿回来，不得给我劈碎了？那倒是。
他说跟您说啊，小丁能扔出去他也不会扔。他怎么不扔啊？你想啊，嗯，他在他爸爸之前啊已经偷出一样了。在他爸爸之前已经偷出一样东西。对，偷出什么来？他偷出这么一个三层的铝制大蒸锅，嚯，里边还有仨枣蝈蝈，香啊！是吗？一扔这斧子，嗯，把这锅给砸了呀！你看，坏了那就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但是他这句就没法用念经一句唱出来了啊！他得一大套词儿全都唱给他爸爸听。一大段词儿唱给他爸爸听，有难度吧？哎，这难度大了。对，小丁有能耐。小丁，鸡蛋狗拖蛋奔，小丁豆子不吃分啊！你伸手把怀里这木鱼可就抄出来了，会唱快板儿。看着这样，你打这木鱼儿怎么唱？你唱的啊？嗯。弥陀佛，佛弥陀，尊称施主，你听说这个房檐外边有口锅，锅里还有仨锅锅，一扔斧子砸了锅，这个锅比斧子吃的多，一窝说这个不要斧子光要锅，唱出来了呗。翻译，花篮我找了，给您念俩花篮。这个朱延辉先生，送赵泽、齐满意俩花篮。杨全东同志送赵泽、齐满意俩花篮。翻转江南，掌声鼓励。感谢您的这个鼓励。对，这段子不是很成熟说的，是吧？因为我和齐先生搭档时间不长，嗯，刚开始合作有许多不默契的地方。对，你看这个今天咱们人来的虽然不多呀、啊，嗯嗯，但是能看出来，看出什么？有这男的带着自己女朋友来的，对，你看多好。有这带着自个儿媳妇儿来的，哎，还有这个带着别人媳妇儿来的，那个有没有？有，请起立。这咋站着呢？嗯，这又起立啊？上厕所了。您也起立呢？啊？谁起立？谁来的呀？我。在后台。还有这个、嗯、男的带着自个儿男朋友来的。闺蜜。那叫基友。哦，记好了。哎，老头不懂这新名词儿。哦，咱们开始说个时事吧，好吧？我说时事了。说谁呢？说谁？别看我，又看我。不说您，好吧？幻想。咱们说咱们一会儿要上台的，谁、啊、站在这个位置的李善鹏。啊，小幻想的。小刘嘟嘟。嗯。说他好玩。他这人有爱好。他什么爱好？就是模仿别人的爱好。模仿别人的爱好，对，别人爱好什么他就模仿。对，你看有人知道啊，可能听小丁儿听人说过，嗯，王自健王老师呢养过一只八哥，啊，对，他养过，会说话，会特别好，嗯，一去他们家呀，八哥说话了，说什么 ？Sit down, please。你瞧瞧，怎么做？李善鹏看见了，嗯，这好啊，会说话，那当然了，我也弄一个，哦，他也想弄，他就奔哪儿？奔潘家园。啊、花2800块买了这么一只八哥，2800，人告诉他会说话，是吗？回到家没，真美，哼，回家挂上。嗯，八哥你好，你是谁呀？哎，这还东北人养的，可能东北人养过。哦，八哥，你吃饭了吗？你是谁呀？八哥，再见，你是谁呀？那就会一句呀、啊，就会一句，你是谁呀？小孩给他取一外号啊，叫你是谁呀？嗨，以后见着的李，你是谁呀？这钱花的，你这多冤，太冤了！给李善鹏气坏了啊！凭什么呀？啊，人家买八个都会说英文，对，我怎么你是谁呀？啊，不行，得问王健怎么教的、嗯，问王健请教。王健说了，你简单，拿一手筷子啊，筷子，你扒了那八个脑袋，吸引他注意，再教他。都能学会哦，撩妹，回家，对，开班滚，挂在这门后的，嗯，来，跟我学啊，你好，你是谁呀？你好，你是谁呀？你好，你是谁呀？这够顽固的，给李善鹏气的，嗯，你爱是谁是谁吧，我就教了，对，说完了是出门就吃饭去，怎么那么寸？怎么呢？来了一个茶水表的，哦，茶水表。他不是家里没人，一敲门，咚咚咚。啊、哦！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
你是贼呀？查水表的，你是贼呀？查水表的，你是贼呀？查水表的，这查水表也废物，你说是？等着李尚龙回来，下午三点多钟了，你回家看门口躺一人，口吐白沫，直抽抽。李尚龙赶紧去，胡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是谁呀？八二大话了，说什么？查水表的，他行。